好，我是薇薇。明天11月13号的星座运势到如何？赶快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，桃花运大旺，做任何事也很顺利哦。狮子座朋友也不赖，在感情跟桃花上沟通都会有很好的结果。而水瓶座的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很多之前的困难跟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要留意了。射手座的朋友容易脾气暴躁而说出不该说的话。摩羯座的朋友在工作场上感觉有点闷闷不乐，而双鱼座的朋友需要调适自己的情绪，在这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哦。另外，不同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那边提醒你：火象朋友是银色系，最佳数是4；土象朋友是灰色系，最佳数是9；风象朋友是橘色系，最佳数是3；而至于水象星座朋友是黄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2哦。